买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仿真食物玩具，第一种先架个小灶，猪油开火，拿出食材，这猪排 Q 弹到有些诡异，下锅开炸，哦吼变色了，这油炸效果就跟开玩笑似的。第二种是捣年糕泥，这年糕看起来黏，摸起来水润，煎肉玩具，甜甜圈捏捏，仿真刺身捏捏，捏起来有点馋人，哈哈。